少二，如果啊你撑不住哦，就不要撑了啦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是今天吗？不是今天。他帮他调了鲜食，就是里面有碎鱼干啊，然后碎什么鱿鱼，什么那个。饼他吃的一些小零食啊，主要零食，然后还有优酪泥跟牛肉，那补血。猫砂是不是无啊？嗯。猫砂快没了哦。嗯。啊，明天帮你补了。嘿，林少尔。如果啊，你撑不住哦，就不要撑了啦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嗯，哎，再吃一个药。这个药，这个药。今天吃几餐的？嗯，我今天胃口超好哎，我觉得有话要讲。今天早上呢，凌晨呢，林太太一直跟我讲说，阿尔整夜都没睡，他在客厅一直不断的发出这种算是哀嚎声嘛，所以呢，整夜的不舒服啊，所以我们一天一早，也做了最后的准备，因为之前医生跟我们讲过，就是阿尔呢，如果他只要呼吸急促，表示他已经差不多快要不行了。我想要听到我等你。
头早要给你看一下，你去买菜，无米着。阿妹啊，你好。那可以啊。